寫生嘅過程有好多經歷咧，都會好突發啦，亦都好難忘，會感動咗我咯。想透過自己嘅能力去講一啲社會見到嘅嘢啊，會不斷咁問自己一啲問題，好似發現到有好多感受，好似已經遺忘咗，重新帶起咗原來嗰樣嘢係好緊要。呢份作品咧就係我同自己交流嘅其中一個過程。十句說話，人哋都未必明白，但係當你畫一筆或者一個圖案，人哋就好容易清晰去理解你想講嘅概念。希望透過你嘅作品，令到大家去反思翻我哋自己生活嘅節奏。我希望觀眾喺我嘅作品入邊咧，感受到一份嘅喜悦啦、開心啦，咁同埋有一刻嘅會心微笑。咁中意用手去畫嘢，始終覺得用手同用而家機器做出嚟嘅嘢係有分別嘅。每一筆或者每一樣嘢出到嚟都會唔同。我覺得畫畫係我生活嘅一部分，搭緊車啊，我都會諗作品嘅創作內容啊、概念啊。每一次畫嘢嘅時候，好似幫我哋去做一次 brainstorm， 不斷諗到一啲故仔。那個故仔其實令到我哋衍生下一個創作。對於我嚟講咧，畫畫係我嘅心靈洗衣機，每一次咧我都可以重新整理一次自己，同埋洗滌下我嘅心靈。每一次去畫畫都係好似重新又再充一充電，攰啦或者點都好，都會想去畫畫，想去繼續做創作。